我说会呀、啊，他中间会往前一个钟头就下去，他不会来过来台的，对啊，这让我再搞炸，也不好搬的啦，也不够搬了，哎啦，那天我他怕高速公路那个大型重机直接挤上来，没什么事。要不七点嘞？早班要不？那你中间他就跟在后面。早班要不下班嘞？上班七点就下班嘞。我速度冇快，阿叔佫开，佫变第一边，限速公里。我原来唔是伫这边。我要倒来，伫迄落要倒，我来煞过来，你袂记哦？煞掉啦！我想我本来唔是伫这道边吗？伫这啊，煞过来伫这啊，迄个袂动着视线啊。啊，遐看会到袂？会啊，刚刚看到啊，我这台踩伫咧就看袂到。啊，我会使煞啊，你话使煞到边啊，还是煞到中啊？你活动的啊，遐无锁条的啊。前方新店隧道，请开灯。啊，只要有这个速度，我就免看迄个啊。刚才这个无刷来，我也唔知影，得去买迄个三千几步。啊，这一条看到，速度我都真清楚，所以你啊，啊你去搭去，你啊都无看呀，啊无无我都伫看遐。啊，你这平头真个拢看呀。阿免我操，阿免面包啊，拢直直看到。那台隧道内底阁会准的，那台隧道内底袂准。这隧道内底照常同款的。隧道内底伊阁袂规定。前方碧潭隧道，请开大灯，并规定行驶。都是靠它在规定，内底无规定。所以它隧道里面就是要靠你的。那就固定了啦。车子的距离或是什么，它去判断的啊。那个抬头的那一个显示器，那个啊，不一样。不一样哦，用速度用那个距离判断了，判断速度哦，应该是哦，那隧道里面就是抓不到 GPS 啊，但是应该嘛不会啦，无棚巷内底就袂讲话的呀，出棚巷外才会讲话啊。